女人也好色，看到美女。你讲个对，哦妈嘞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你的吗？对，我的，我来。哦妈嘞！冬姐漂亮嘞！你哪来？冬姐好。这是哪里的漂亮？缅甸的妹妹。漂亮嘞！俺老妈问你啦。哇，这飙花飙花！这个是冰淇淋带飘兰花，颜色的话非常好。它这个的话，每一个大小尺寸不一样，然后一手打包的价钱给吧。这个卖多少钱了，妹妹？这个一个卖500大了的。这个小的也卖500吧？对，大的我要买大的，那就小的便宜点卖。好的，没事吧？小的卖多少钱？小的卖400吧。来300俺卖给你。era para a cumbi 没进来呢。你女朋友小孩？没有，好朋友。女朋友？好朋友。不可能啊！好朋友。你没有男朋友？有。你的男朋友他？不是。你没有女朋友？我没有女朋友。他介绍给你。我不要。介绍给你。我也不要你。哦妈，你两个是直拍，这两个300，一个150。你看，你两个就是一起的。这样来一个，妹妹。要不要？小黑，你眼睛来一个。不要了。我不想给他。这两个一个200。还有的，哦姐，你那么美呀，好好给照。150一颗，300，然后这个400、700，对，行吗？好不好？您镶嵌的戒指，小大的话就给了他200块一颗，小的话就给了150一颗，颜色非常好。这个拿回去的话可以直接佩戴的，给你们上手看看效果。我的手不好看嘞，你的手不好看吗？太黑了，不然你。好黑啦嘞，对。太黑了。你要别的项目，不是都是小美女。他绝对是小孩的，我跟你讲，调戏美女了啊！好了，言归正传。过来，我们是来卖货的，不是来吃狗粮的。好朋友嘛，开玩笑的，好朋友，开玩笑。你跟他在一起很般配嘞，我妈嘞。我跟你说，我太多福了。你两个，我们两个。好朋友来。拿来。拿着手，给你制造机会，你不要。来，这个可以，来电筒呢？电筒在哪里打的？来打米看一下，来。哇！打的给你们看，我们这个的话是200一颗的全兰花的啊，颜色的话非常好。然后这个的话是150的，然后总之的话也是起来非常好的。来700啊，妹妹。给你700了，1234567，这个多多卖嘞，多卖嘞，100给老公，100给你，老公，卖嘞，姐，来，我们两个走了，去楼外走了，我带回家了，带回家了，我卖嘞，老黑。你看一下，小黑别了，开玩笑的。娱乐一下，来姐，你看，姐，等一下，一个来，我还没有看到。